不管是它动力还有操控那些方面都说都是非常做得非常猛的。操控上还有动力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更喜欢小那个嘛，可能好驾驭它，喜欢它一点。它的性能是比较好的，操控性也是比较强的，然后它的重量的话是很轻很好操控的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款车的。